为什么停车场要装设动态导引系统？期望动态导引系统可以带来什么改变？一般停车场停放大量车辆，火载量高，再加上现场空间封闭，灯光昏暗，一旦发生火灾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借此认识动态导引系统，当真正的危机状况发生的时候，能够帮助民众指引一条安全的逃生路径。小日子，大幸福，您的安全，我们用心守护。